我们可以来跟我们订票，好不好？接下来的曲子呢，听说是一首现在非常洗脑的神曲，日本的神曲。啊，因为我不懂日文，所以我只看得懂两个字，叫可爱。有人知道这什么歌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听了你就知道了。我相信很多年轻的小朋友一定都听过。啊，没有听过的，你要当做自己很年轻，你有听过。啊，因为现在演完你们就听过了。来欣赏这首日本当红神曲《可爱》，谢谢大家。歌曲。